储备出台某些条例是没有经过人大常委会立法的，没有经过人大常委会立法的法律都是非法行径。你盖的章是北京朝阳区东风苑社区居委会，我知道了，并没有盖中共北京朝阳区疾控办。他为什么不给你盖这章？因为盖这章的人叫做这件事情第一责任人。如果他盖了这个章，日后这件事情出现了反弹，他是第一责任人，他政治前途就没了，所以没有人盖这个章。我相信他可能给你们口头下达了文件，所谓的口抖音。